我是都没有让他提过，然后我跟你讲我们哦，对，是同学吗？男友？你很坏、欸，你很坏、欸，讨厌你，张子墨，不予置评，不予置评，剪掉。好想吃辛拉面，我突然，不用等韩国，最强怪物新人李牧和萧子墨主演的台湾第一部泡面剧《不读书俱乐部》11月13日中午12点正式首播。我演五集，顶下了一家书店，我在等待一个人，他叫菲菲。哥，万一菲菲姐不来了呢？拍这个很累耶，我的朋友都不想跟我见面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说你能量太怪了，对，就是你现在好吵，我没有办法，就是讲话会很嗨，然后就是什么事情都说好啊。不是吗？不是，我也不是，就是会比较安静。然后他说你等你变回那个样子，我们再联络好吗？我说哦好。是回家的时候会觉得我想要回来，你不要再来了的那种，很可怕，像嗑药。大家都非常强。就嘉恩不强吧，小美也很强啊，小美很强，小美超强的。因为我一开始看到小美的时候，想说哇，她应该就是很有气质之类的。结果，结果她就是她强起来超恐怖，也是一个小杂毛。你那个角度拿放在哪里啊？我还没拿到，我想要放在经纪人家，但我爸想要放在家里。你放在家里，然后就跟我爸说，那放你房间可以吗？我就放你的那个床头柜，看你能不能好好睡。有押韵耶。是个 rapper， 我是都没有让他提过，让我跟你讲我。哦，对，那你现在呢？我现在吗？男友？什么？干什么？突然就开始聊这个话题？我的口水。现在有？对，现在有交往的对象。交往多久啊？一阵子。阵子是？不到一年。对，不到一年。圈内吗？不是，就是朋友，然后就突然觉得，好像。就是这个人还蛮有趣的，然后就在一起。这锅我背，这锅我背。这锅你怎么背啊？你再给我好好的背。开始会，你俩回家把这个扛着走路。对，我好。我觉得我是那种工作的时候，我就会完全关起来任何可能性的人。我觉得我是有可能会喜欢上角色，可是我应该就是离开就有点就 OK。我喜欢的是角色，不是你。快问他女友，快点！单身没有好问的、啊。要不要帮你 key 一个那个公开征友电话？公开征友，请咨询李牧的《非诚勿扰》。没问题，没事的。随缘啦，我就这种心水。转角遇到爱，加油！祝你幸福。